我是公关列车长的 FIC 呢，12月30号七度的体温，九点52分哦，所拍摄的是5206次。树林发车东北回向看花莲的加班有3件行，观光特试版，首航列车3023皮蛋豆腐藤一号，四色彩色的新城机站列车在七站驶离，拜拜。5206号树林发车江北江花花莲的观光特制版，用3000起，昨天没有3000，没有3000，四色彩色皮蛋豆腐藤药，等级单列车，在七万七站，拜拜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我的3023，在七度，在七万，正式首航，感谢你，终于可以办课了。对啊，没长大可以办课了，超开心。虽然我还蛮讶异，他开的是第一头首趟首航就是加班车，我以为是会变成团体列车先包的，又没想到是加班。52064观光特试吧。好了，如果喜欢片，跟妈赞们多多点我们的转。然后2015 A 次回送南港的908，等一下才会发什么时候来送走的。好的，我们是119次七鲁发车叫海鲜哦。脏话的 PP 是这样啊，我说真的超感动啊，是吧？3023终于在七五站时，我今天就是故意要在七五站拍他的，对吧、啊？拍他手啊，因为七五站有停嘛，那瑞芳只能拍通过的，对吧、啊？反正未来能记录就多多记录咯，就这样。九次啊。刚刚就在电话拜，这台 PPT 是这样进的，接刚刚的电话拜。